家学。我觉得做一名 YouTuber， 我觉得我真的很累了 ，OK， 我就觉得我很累了，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累了，就觉得很累了。我们现在的订阅有100的订�阅，是不是10月1号2021年到1000的订阅我就做 OK， 很简单吧，你们每个人分享10个给你朋友，叫他们去订阅的话，这样就1000订阅 easy one OK， 而且你还有10个月的时间。哎，这样容易咩？